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，即卖当地喺中兴新村咧举办，除了饮茶、买茶、体验各种嘅茶文化，毛正特别咧茶分六角，会当用茶米来做这面膜啊，你要用皮肤体会到无同款嘅茶产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